Hello， 我是吴克群，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曲呢，是我新专辑《寂寞来了怎么办》里面的这首歌，叫做《全部都给你》。那这也是我第二首的合唱歌曲，对，第二次的合唱歌曲，然后跟阿娇，对，钟欣桐一起合唱。那里面其实在讲的很简单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恋爱的时候，有些人是可以很疯狂的，全部都给你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你看很多新闻的时候，常常会讲，好像很多人要结个婚啊，要离婚的时候要分家产啊，然后要签协议书，说你不能分我的钱，然后要争小孩啊什么，反正什么东西好像都变得很功利。可是谈恋爱应该是很疯狂的，所以我才写说，我把全部都给你，因为这叫做爱情，不留一点点的余地。对，那我觉得合唱呢，就是希望，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一定有这样疯狂的人，可是这才叫恋爱。那我觉得找来阿娇一起合唱呢，是最适合的人选，因为我们可以唱出男生跟女生一样为爱疯狂，然后为爱去努力的心态。但是我只希望你，我只希望你照顾自己。但是我总觉得不爱，可惜一开始没人看好这个决定，但是爱情是我们的，凭什么由你决定？就算爱到了尽，多苦多悲多伤心，至少我们曾经那么爱情，但是我只希望你。